Hello，大家好啊！突如其来的更新又来了。今天呢，一大早起来收一快递啊，给大家开个箱子啊。哎呀，幸亏有这么一点大的一快递，我们开一下箱子看看是个啥啊。哎，其实大家看标题也知道是什么了，对吧？我们现在已经拿出来，这里面有两个小东西，我们先拆这个啊。这应该是电源和线，我觉得啊，拆一下看一下。这不是电源和线，这是片夹。大家能看到，这是尼康的 SL21 这个片夹啊，还蛮不错的，看起来还挺新的，这个片夹呢，大家可以从这儿打开看一下啊，这个片夹。哟，sorry， 我看一下啊，这个片夹还是很新的，而且这个片夹应该是改了这个叫什么来着？因为 S21 你短接一下，其实就可以实现整卷扫描嘛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开这个。哦，这是这个扫描仪本体啊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是一个尼康的4000ED。就我为什么会买一个尼康的4000ED？ 我在我已经有5000ED 的前提下啊，主要就是这个4000ED 特别的新。尼康的这些扫描仪啊，它前面板特别容易这个叫什么来着？它前面板特别容易碎，而这个呢，前面板成色特别特别好。我来找一下线啊，我觉得这里应该就这点东西，肯定是有线的呀。刚才看了一下。他确实忘了给我发电源线和1394的这个线呢，我家里也没有，所以我今天也没法试啊。我们就简单说一下，就是我之前其实用过，大家可以从很多年前一个开箱里，我之前其实用过尼康的4000ED，后来呢我就升级成5000ED 了，然后4000ED 就出掉了。但是呢最近我这波感觉其实我的底片。我自己数码化没有那么高的程度，再加上，最近确实没有钱啊，所以我就把很多偏向于我自己用不上那么高级一点的设备啊，就陆陆续续给出掉了，所以呢，最后就是搞了这么一东西，OK， 现在这个视频呢，已经是我录前一段视频的3天以后了，因为当时我拆箱发现卖家没有给我线啊。然后呢，电源线什么 HDMI 不是1394火线都没给，所以呢我就又买了线，他那儿确实也没有，他也忘了啊，我也懒得那个什么，他给我发过来也得好几天了，所以呢，我就自己又买了一根线啊，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线拆开，我试一下啊，买的呢，因为这个东西是1394的火线嘛，所以呢我就买的是火线。它应该是用9帧转6帧，然后呢，再用大家可以看到啊，你用这种老扫描仪就是，先用火线啊，9帧转6帧啊，然后呢，6帧转雷电2，雷电2转雷电3，我们为了用这种老东西啊，就得费很大的劲，对吧？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拆开啊，其实最主要原因也是因为 UP 主没有特别。适合的机器有很多，更加专精于底片输出的啊，它可能会有专门用来扫描的电脑，但是我确实没有一个电脑用来专门负责这些事儿啊，所以呢，就是我们现在就需要这么连啊，这是雷电2转，就雷电3转雷电2，雷电2转火线啊，火线再连这个电脑，我把电脑打开啊，我们连一下看看好不好用。我们先把各种线都连好了。就是很多朋友其实问我，我为什么在不断的降级我这些设备，是因为他们不好用吗？其实主要原因肯定不是因为这个，对吧？主要原因呢，就是我本身也不是一个数码输出为主的一个人，我大部分数码呢，其实都是用来。做一个打个样就 OK 了，所以考虑到说我的经济情况啊，所以我最近都在频繁的降级我的设备啊，
再找一根电源线，因为电源线它这儿也没有啊，我就得全得自己找啊。我们插一下线啊，我们先试一下这个扫描仪啊，希望它不会翻车啊，随便。哎呀，还是戴个手套吧，因为我最近拍的这底片相对还都是比较重要的啊。一般来说接触底片啊，接触相纸啊，我还是戴手套为主啊。行，我们就随便拿一条底片来试一下啊。所有东西都连上了。跟大家谈一下，为什么我这个扫描仪是跟大家不太、跟很多人常见的不太一样的放法啊？我是这么握着放。大家可能知道，这个尼康的4000、5000、8000、9000这四台扫描仪啊，别的我没有用过啊。这四台扫描仪呢，它有个反光镜，这个反光镜呢经常需要清理。然后呢，你竖着放的时候，其实那个灰特别容易积到反光镜上，但你这样握着放反而不会。而且呢，尼康这个扫描仪它给了你这种，握着放的这个模式，算是啊。行，我们现在开始预览一下啊。我放了一个6张的底片啊，这个片夹呢已经改成 SA21，这个片夹已经改成整卷扫的，但是我现在只想试一下啊，我暂时还没有说，打算整卷扫，我这儿没有裁剪的整卷的底片啊。我们先试一下，先看看怎么样。我试了一下，目前来说这个扫描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然后尼康的扫描仪嘛，我也用了很多次，整个使用起来整体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所以呢，我就主要试试功能有没有问题。整体就是4000ED我用过很多次了啊。我当然对于这种老机器我是没有什么，说白了，推荐呢或者这种建议啊，只是说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选择，对不对啊？还是感觉大家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选。我目前看来这台扫描仪还是没有翻车啊。我对于尼康的扫描仪有一种偏见啊，所以希望说不会因为我的偏见影响大家的选择，好吧？啊，行，那么今天的视频基本就这样。我呢后续可能绝大部分135底片会逐步的从5000ED，因为5000ED和 SA30那个片夹已经被我出掉了啊，我可能会逐渐的从5000ED转移到4000ED这台机器上来用。希望说未来可以有比较好的一个能力去发挥好这台扫描仪啊。这台扫描仪是绝对足够我用，但是可能因为我个人的水平和能力有限啊，发挥不出它的真实能力，好吧？好，那么今天视频就这样，感谢大家。